那么目前看起来，青宗哥这边哦，蛮漂亮的。对，我正要讲。万紫连结。对。My God！ 但是呢，不勉强做清一色了。真的，这太青真的太勉强了，尤其那个九条队，我不相信你猜得掉。是我猜不掉。我也猜不掉。我会舍不得。舍不得，真的舍不得。真的舍不得啦。唔甘丢丢哦！哎呦，又看个中东二饼哦，哇塞！心情舒服哦，舒服啊！对，好，红衣这边三饼先保留。他的三筒跟八筒呢，是等于是这个重复大的四七筒，但是如果他搭子不够的话呢，他这个可以拆开来吃，对，可以保留一下。哦，琼珍姐的声音太远了，马克的太近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再试着交换一下，我靠近麦克风一点了，然后马克把麦克风放着，瞧一下，没有没有，我放着太远了，放着就真的太远，放着太远了，对，好，那我靠近麦克风就好了。青宗哥这边六万进来，先推一条，一条红衣碰起来，顺龙哥这边进了六条，我觉得顺龙哥反而比较有机会做到这个。做大牌，如果他愿意的话啦。对，但是他这个三四筒可能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舍得拆吗？如果说他是他现在目前是维持一进厅啦，一进厅也不错啊。但是如果真的再进条子的话，就可以考虑拆这个三四饼哦。没错，而且他现在手头上的那一张是条子系列哦。对，而且三饼已经有人帮你开路了，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那个四饼而已。好，那青宗这边呢，也要陆续进到这个万子哦。那等一下看，就是进万只呢，怎么个选择法？四饼进来推二条，来到一进厅的简顺龙。好，佑康哥呢，杠起来决定这个六筒的当将员单吸，个抽都无动。哇！继续趴。先行胜币。对，把这个八筒杠死哦，直接打这个六。哎呦，青宗哥这边进了五万，直接拆九条了啦。这时候给你攻击告输。气色，哇塞！哦，还没吓、欸、我一跳，我以为他请你已经自摸插进去，结果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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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把牌移太开，我想也不对啊。四饼先跑，留着等一下会出事啊，青宗哥。因为刚刚已经先打了这个九条，那四饼是不是感觉比较深一点哦？四饼当然深啊。五啊亲，架你亲。四七饼都是哦，七饼也刚有人打。对。只是 OK， 目前佑康哥听牌九万四条对倒。好，那青宗这个呢？筒子先打了。筒子先打这边，顺龙哥碰听，碰白碰听是听。哎呦，但是哇，上碰下自摸，恭喜佑康哥九万自摸啊！哇塞，一记就让你丢掉。庄家自摸双一花四台。没错，那青宗呢？现在正在讲说他做的是清一色的牌哦，真的差那么一点点啊，青宗哥。咪咪啊！哦，他们现在正在讨论，对，青宗哥他们也在讨论了。其实选手们这样是比较好的、哦。每一把牌有时候打完就稍微讨论一下啊，我其实刚刚是打什么哈，这个顺序可能是反了还是怎么样，牌型就不一样。对，那这个自摸之后呢，让樊大哥直接逆到第一名三万两千八。